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会食 Rodemo， 佢系一间专卖墨西哥卷嘅铺头啦，再配合其他小食。佢个地址系喺元朗千色广场地下34号铺啦。咁如果大家去嘅话，揾千色广场就 OK 噶啦。佢依家 menu 上面咧有6款嘅墨西哥卷同埋5款小食嘅。佢今日俾咗7款我啦，咁仲有一款咧嚟紧就会推出噶啦，好似系香辣烤鸡墨西哥卷啦。咁佢哋仲好贴心，有埋手套俾我。第一样食薯条先，趁热食。佢新鲜出炉嘅话咧，一定好好食。因为我揸车揸过嚟，揸唔多3-4小时咧，可能佢淋咗少少。呢个系佢哋嘅秘制酱汁，酸忌廉青柠酱。呢、这个酱好熟，留翻呢一阵点墨西哥卷先。噔噔噔噔，呢、这个都是他们的秘制酱汁——七味酱。我喜欢这个多点。呢个是他们期间限定的产品，五花腩。佢個五花腩嗰啲肉咧切得好大粒，之後佢燒得好香，好食。五花腩呢個好食。依家試下炸粟米，係佢哋其中一款最出名嘅小食。个粟米本身都好甜，好好食，再加埋少少蛋黄酱同埋七味粉，辣辣地，好食。
呢个系嚟紧佢哋新出嘅产品香辣烤鸡墨西哥卷。我覺得呢個都好好食。